很多朋友在家里煎带鱼的时候，一煎就粘锅，煎得稀巴烂，不是怪锅不好使，就是怪油放的少了。今天就把煎带鱼的正确方法分享给大家，学会之后在家也能轻松煎出这么好看的带鱼。首先把带鱼的两面都打上一字花刀，这样更方便入味，加入葱姜丝，再加一点料酒和白醋去腥。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放入一个鸡蛋蛋清，这样做出来的带鱼肉质非常的嫩，而且还不粘锅。每天都在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教做菜，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抓拌均匀之后腌制10分钟，接着非常重要的一步，锅里加油烧热，把锅给它润一下，然后重新往锅里倒入凉油，再加入一点食盐。加盐的作用就是煎鱼的时候鱼的表皮与锅产生摩擦力，这样煎鱼就不会粘锅了。带鱼煎至定型之后用铲子轻轻推散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样一点就不会再粘锅了。用铲子和筷子这样把带鱼翻面，把两面都煎至金黄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煎出来的带鱼是不是非常的好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剁椒王酱，做剁椒鱼头、剁椒豆腐、剁椒蒸排骨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。把剁椒王酱均匀的铺到带鱼上面，然后放到蒸壁上面，锅里水开之后盖盖蒸5分钟，时间到了出锅，再撒上一点葱花，一盘非常美味的剁椒带鱼就做好了，看着就非常有食欲，开胃又下饭，做法也很简单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